初初嗰陣放假仲有動力，但係而家咧放咁耐咧，佢哋又已經悶曬啦，唔搞啦，我又冇心情啦。嚇你睇睇，<笑>一聽到4月20號先開學，我已經一個禮拜唔講嘢啦，翻又唔排，唔翻又唔排，翻又口罩揾唔到，又跟住到翻嚟嘢，唔係個一個，仲有一個細嘅。 以前如果功課唔多咧，佢會留下玩半個鐘先翻嚟。阿妹有去玩㗎，日日都帶佢出去玩㗎，所以日頭抽佢翻學又玩下，買餸，因為翻嚟佢食完嘢又瞓㗎啦。個時間好啲咯，而家亂晒咯，卡通片自己可以帶或者睇電視，日日都係嗌㗎啦，嗌佢冇睇眼盲啊乜嘢。 有時阿妹又睇埋，講到尾都係你發火佢先生。以前佢中文嗰啲字都 OK 嘅，而家嗰啲字無緣無故問下佢一個半個，佢寫唔到出嚟啊！耐冇睇書啊，所以而家擔心，如果一翻學一個月又話考試，好矛盾咯、啊。意思話而家咯，我就想佢開學早啲開學。 但係分半日學啊，咁樣幾個鐘可能細路仔又好啲咁。我又覺得嗰啲人有乜嘢意思啊？去到去過咩地方即刻報咯，又唔舒服啊，冇咁樣搞啊，真係。